观众朋友你好，我是白馨仪，欢迎收看台湾一千里的故事。屏东九如的特色美食肉桂亚，外地人可能很少听过，现在就跟着一千里的故事的镜头一块来看看到底什么是肉桂亚。吃饭时间，年轻厨师陈玉堂的炒锅总是这样晕染红火，烈焰奔腾直串眼帘，热炒新鲜食材要逼出近焦不焦的迷魂火气。鱼丸、肉丝、后腿肉、猪肝、粉肝，然后还有阿根廷鱿鱼。丰盛的配料依序下锅爆香快炒，堆叠气味层次，煮汤勾芡共冶一炉，最后淋上龟条，让这原本淡而无味的汤里白条吸饱食材精华，就是屏东九如独有的肉桂亚。我们是从林诺屏东另外一边过来的，没有这种口感，对，吃不到这种味道。高雄比较少，对，在九如这边好像比较多这种东西。相传是70年前庙口面摊的独特味道，酸甜咸香受到喜爱。后来老师傅做不动了，子女们又没人要接手，他干脆大方公开做法，教想学的人。也有一说，宗破塞的学徒把北菜肉加上龟条，意外创造了肉龟啊。起源有待确认，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类似台南捞米的捞桂吃法九如独有。光是最热闹的维新街上就有7-8家以捞桂亚为招牌，就像万南的万南猪脚，九如就是捞桂亚，就是像冬天来就想要很热那个看给米给它保热度比较好。虽说是在地美食，但每一家的食材不尽相同，味道同中存异。猪肉、鱿鱼、丸子、高丽菜是基本款，其他的就任凭诚意创意自由发挥。像我们家的就猪肝的话是用粉肝，对，比较暖嫩。吃卡够吃饱的这一碗，在现在的九如算是街边食堂的饮食日常，但在早期的穷苦年代，这澎湃丰盛堪比小说家笔下的苹果的滋味。以前那些要生病啊，因为以前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那只有小孩子生病的时候才可以吃到肉桂啊这个东西。经典款的肉桂啊受欢迎，另外不叫肉桂，但配料一模一样的清汤版，口感清爽淡雅。而热炒做法类似美浓板条擦龟啊，鲜香浓郁，都是果然美味。夏天真的很热，衣服都湿一件一件的。在炉台前身手利落，热在其中也乐在其中。陈玉堂有家学渊源，小时候阿嬷推着摊车沿小镇街道叫卖，陈玉堂就得跟着当小帮手。念国小时就算得上是餐饮业的资深储备干部。以前嘛，也不算讨厌，就是觉得好累，很累啊，真的很累。做餐饮真的很辛苦，被绑住，对啊，时间被绑住，就想往外跑这样。大学念的是消防科系，还是划船运动高手，体力锻炼一等一，帅气的消防猛男是陈玉堂理想中的职业与志业。看那个桂冠大楼倒塌嘛，他就想说想要去考消防这样，就想要救人，我觉得这是很伟大的事情。退伍后参加消防员考试，以极些微的个位数差距落榜，但小小的失败哪算什么挫折，浇熄不了消防员的雄心壮志。他继续充实职能，锻炼体能，有了一次经验，他有信心卷土重来，能穿上消防员的全套装备，水里来火里去，实现救人的大爱。但人生计划赶不上变化，阿嬷自从体力衰退后交给姨婆经营的捞龟打，历经20年，也到了姨婆要休息的年岁，家族里的年轻人更忙于读书工作，只有陈玉堂有空档。传承两个字不是必答题，但也变成了亲情和自我实践之间的选择题。妈妈意思是说，就趁年轻就先拼看看，既然妈妈支持我，我就要去认真去做，不管失败或成功，就至少有努力啊。考虑之后，陈玉堂决定认真跟阿嬷学习老味道。经过几年的炉火考验，不到30岁，已经成为在地人认可的料理师傅。加油加，比我在做又好加。因为是讲伊少年人有力手尾力啊，拼也会赢，我也未赢，无法度啊。
阿嬷不做捞粿之后改卖咸汤圆，大赞要吃捞粿啊，就直接到孙子的店里，有他百分百的真传功力。年轻人有想法，除了九如特有的捞粿啊，陈玉堂还扩大在地的范围，加入附近的农产成为菜单特色。客家腌制的高丽菜干炒五花肉，酸香爽脆，北部客超爱。北部比较少，按南部的话都是由客家庄的话，那些阿嬷他们都会脆脆的，酸酸脆脆的，熬汤啊或炒五花肉都很适合。黑猪肉麻油松板猪，黑猪肉它的肉质吃起来不会有那种腥臭味，比较软嫩。隔壁乡高树的黑猪肉会杠有名声，凤梨更是丁杠熊出名，做凤梨腌酱甘甜咸香是最天然的料理魔法。而屏东遍布的木瓜园里有媲美法式料理的鲜美弹牙，瓜牛会吃啊，他们就专门抓木瓜园底下的裸龙。对，然后我们最开心就炒给潘孟安县长吃过，来有来九如的话就一定会来买。陈玉堂转换职场目标受到肯定，但救人的志向不变，工作之余他参加义消队伍，兼顾现实和理想，也经常义主筹物资送去游民收容所，要回馈社会贡献一己之力。而在炉台上想的也不只是自家的口袋饱满度，最希望更多人知道九如捞粿啊，一如板条是美浓的代名词，尽量把我们自己九如的特色去展现出来，用吃的，用我们的美食分享给大家，知道九如这个地方。他乐当另类消防员，在厨房挑逗味蕾浴火，也用诚意古早味救饥饿的火。宜兰这一家炸酱面店老板夫妇原本做的是生态研究，但是有了小孩以后比较不能整天往外跑了，就接下了家传老店。虽然工作性质真的差很多，夫妻俩说人生本来就是有舍才有得。加辣吗？三碗都加吗？好，你等一下哈，大哥，一样吗？这真的是宜兰市区平日收假后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是农工商权都各就各位的场景。只不过这大排长龙的画面未免也太让人狐疑，到底是所有宜兰人都挤到店里了，还是炸酱面的魅力太勾魂啊，勾得全台食客不分北中南，再久也愿意排上一碗。稍等一下哈，你就不能看排的人，你就只能看说，我现在我要做几碗面，所以你不会看着很长很长看到镜头去，你就赶快消化眼前的，就不会，我也会很肮脏。好吃啊，小朋友也很爱，每次来宜兰都一定会吃这一间，一定都会吃这间。哦，吃十碗面吃到足熟个啦。多久来一杯？我一礼拜拢会吃两三次的，大概来生意都足好诶，拢足好诶。你啊中昼时来啊排队咧，排到后边伊外口伊。啊，食到像你安尼 V I P 站免排队。无啦，我嘛是爱排队啊，食熟食嘛是爱排队。铁皮小面馆炸酱面、麻酱面卖的品项不多，顶多丸子馄饨汤或再加上一碗排骨酥。陈红星说，如果不是身为宜兰孩子，他就是活到老也无法相信，从阿伯手里起家的这一碗所谓南登大雅之堂的配角，竟然是许多老宜兰人的挚爱。因为一般我们在台北吃到的炸酱面都是有豆干啊、肉燥嘛、肉块，然后也会有小黄瓜丝这一类的，对。但是这里就什么都没有，黑黑一碗。我们都笑称我们就是穷人吃的那种什么都没有的面条。宜兰真的很奇特的地方，就是只有宜兰会有所谓的炸酱面店，其他的炸酱面都是依属在水饺馆啊、牛肉面店之下，你可能就是牛肉面啊，下面有一个，我这边有一个炸酱面，有一个馄饨汤的，只有在宜兰会是，它是会是一个主角这样。你大的双酱面对不对？对，要宽的细的。宽的。阿贝创始的炸酱面店行传到下一代，后来也演化成在地人风称的三兄弟炸酱面。大哥与弟弟们各自在市区各有店面，餐车前煮的面汤种类一模一样，口味却各有微妙区别。不变的是碗公里不分大小碗，面量一定让人吃到饱吃到撑。这是阿贝当年向福州师傅缴了学费学煮面，从火车站前摆摊发迹时就树立的金字招牌。他最早从火车站那边开始做，火车站那个时候他是要做晚上的，所以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没有见过阿伯是清醒的，因为他都是晚上做，然后凌晨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开始休息，所以我们去到他家的时候，他都在睡觉。
记得好久以前，阿贝曾是国小老师，因为家里弟妹众多，所以才决定做生意帮忙家计。而宵夜面摊做些日夜颠倒，乍听合乎逻辑，然而实际上其实是有更多该补眠的大白天，要包馄饨，要煮鱼丸，甚至三天两头就得绑在炉灶前炼猪油炒炸酱，一天都不得闲。最麻烦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搅动，然后你要看状况，例如说调整火的大小，那这些就是经验啊。我什么时候应该要把火开大，才把油漂亮的逼出来？他们都会讲说，像猪油它会有两次冒泡，那两次冒泡是什么？那大泡泡是什么？大泡泡其实就是水在蒸发的时候出现的大泡泡。那你小泡泡是什么？是油在沸腾的情况这样。早年老一辈传授下来的制酱，一刚开始总很难被量化科学化。但陈红星和太太攻读到研究所毕业，过去又是做生态研究的，所以即便站到了灶前，许多猜不透的做法原理，日子久了自然也被轻松破解。夫妻俩在孩子出生前，常常一个人身上就背了好几百万的研究案，但孩子出生后，总不能夫妻两个天天都往外跑，所以阿贝的面店变成了他们的落脚处。像我还没有再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就是煮面而已吗？可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真的要花心思下去的。例如说，像煮一碗面很简单，可是你要在同一个时间里面煮上八碗面，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就以我而言，我觉得需要练习。为了小孩，为了生计，从前成天不是面对动物就是研究植物的两个人，从此变成朝朝暮暮都得笑脸迎接形形色色的人。朱慧敏说：“说真的，自己适应了好久。因为我们这种市井小吃嘛，所以真的是像你刚刚在道楼讲的，三教九流，什么样子的都有，然后什么情况你都会遇到，烟毒贩的啦，来白吃白喝的啦，骂你脏话的啦。但是其实台湾人就是这样，就是人情味，然后可爱，可爱也是可爱在那里啊，有时候让人家有点讨厌，是讨厌在那里。”不过就是卖碗面，同样都是讨生活，怎么受的委屈就是比人多。这是转行前几年朱慧敏最想不通的。工作无分贵贱，偏偏生活里也尤其在心智薄弱时遇上几双轻视的眼光。不是，他是跟他的小朋友说，他带小朋友来吃面，然后他说：“妹妹啊，你看要念书，不然以后就要卖面。”没有，我是说，你要不要卖面？你自己，你可以自己，你以后面念的书，你可以自己决定。对，我说，我们也不是没念书才站在这里。那反正最后你就慢慢学会说，哦，其实可能某些人他讲话的方式就是那样，那你不用太在意。那有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恶意啊，他可能就是他把他想法讲出来。要外带吗？我们这边稍等一下哈。你说你从几岁开始吃？差不多快40年了。这个味道就很难形容，还是你要吃才知道。你也跟陶给赶快笑脸讲个老吗？对，我比他更久一点，因为我是在第一单人啊。里面坐，菜单在座位上。晃眼再回头细数，原来孩子大了，煮面的岁月也丰厚了。如今夫妻两个都找到了价值，毕竟再美好的街边小吃，少了新传子弟，最终也只能徒留遗憾。不过这块老招牌，他们现在扛下来了。一如面里的味道，秀而不媚，寒而不俗。夜市炭烤摊的老板从小就知道人生没有父母可以当靠山，只能靠自己。结婚以后，他接续了太太娘家的炭烤炉，把握机会全力冲刺，也让他烤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华灯初上的罗东夜市，询问人潮沿着路幅不大的巷弄缓缓流动。虽然人潮泛滥，要转换成前潮还是要有几分能耐。来，想吃什么可以自己挑。两只香肠，三个小腿，一个腿排，两只心，二头九份嘛，四个小腿，还有呢？摊商招呼吆喝，摆出最佳色相，各展身手，要在自家摊位前拦截人流。魏豪义的这一摊国色天香，肉欲横流，让人看了口水直流。这个味道还蛮香的，很入味，然后那个炭烤香，甜咸甜咸的。第四次了。
因为这间很好吃啊，很嫩，很多汁的感觉，对，多汁。远远走过去都被你的味道吸引，他们不是看到，而是闻到才去注意到我们。施展迷魂大法的是在摊子后面忙碌的考生魏豪毅，紧挨着两个大炉边仔细探望，右手时不时在下方的木炭开口和上方的炉口快速进出，火中取肉，颇有寓言故事中法国猫咪火中取栗的冒险利落。火太大还是怎么样，随时都是一定会去烧到衣服。有时候夹子夹太慢了，为了争取那个速度，就是直接手抓了就快点进去了。对，因为我放好木炭之后要快点上来顾上面的肉，所以都每秒必争。挂桶内一串串肉品一圈一圈悬吊其中，炭炉烈焰喷发，明火逼催，要在极短时间内让外层皮相收缩，将内里肉汁锁住，保持弹牙的 juicy 口感和鲜甜味。腿排、香肠、鸡心、脖子、三层肉，我们的招牌是屁股跟翅膀，还有小腿，这三样是我们的强项。哪一样最好吃？对我来讲都很好吃。对，臭皮耶，也马波臭皮耶，就真材实料这个东西。魏豪毅的自信真不是口说无凭，他的真材实料不见冷冻肉品，全是生猛的小鲜肉，生肉和明火直球对决，100%炭烤熟成，外层皮脆爽口，内里有浴火熏香渗入，风味远胜先卤再烤的半吊子烤肉。但每一种肉串需要的熟成时间不同，共野一炉可就考验了魏豪毅的火候功夫。每个温度都是不一样的，它只要一个角度不对就直接黑了，不能离开，一刻一秒都不能离开，一个眼神都不能有一个赏识，没有就功亏一篑。常说十年磨一剑，一个工作做了13年，就算还没练成达人，应该可以称得上资深吧。尽管如此，魏豪毅在心态上和行动上都还是当初刚刚顶替岳父站上炉边主位时的战战兢兢。最难的是去了解这个木炭，这个东西没办法出筛，是因为它每一批的木炭是每一个国家不同地方来的，湿度温度里面含沙量还是皮啊树皮什么，还有炼制有没有炼好，没炼好其实上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关键。烤炉里的温度超过200度，和炉子外宜兰冬季日常阴雨连绵的湿冷，是体感上冰与火的对比。这难熬的温差，有时也更像是外在的先天环境和心性意志力的淬炼。手套戴几层啊？要到4层，可是还是很烫。我看今天大概15度、16度左右。你就穿这一件。对。其实开这片会寒，头前就热，头前去流汗，后边去抢冷风。盯住，去忍耐它的温度，这个火就代表我的热血，我蛮热爱这一份工作。热爱自己的工作，所以即便夜市收摊做完清洗，已经过子夜时分，正中午开始，又得为了接续的考验预做准备。工作超过12小时，称作日常，魏豪毅不以为苦。我觉得他外场就很累了，想说在内场我自己做就好了。哇，你这蛮漂亮。没有。看似已经去毛的鸡翅、鸡屁股，总还有幽微的细毛等待细心处理。明察秋毫还不够，得要一个个按压过，确认没有毛梗藏在皮下肉间惹毛顾客。每天送来的生鲜鸡肉，光是除毛、去油脂、修饰皮相，淋上独家酱料，再腌泡入味，就能耗掉大半天。你会看到那个肉质是红嫩红嫩那种感觉，然后冰过的话，你会觉得它有点要反黑的那种感觉。也还好，太太太熟悉这些细节，足以担当魏豪毅的贤内助，贤惠的内场助手。大学的时候，读二专的时候，我就去台北啊。所以就想逃离家里。对。张雅婷回想念高职夜校时，上午就得帮忙腌制肉品，让忙到半夜的爸妈多睡一点，下午到素食店打工，晚上下课后再赶到自家的夜市摊子当助手，一度做到怕了，借故逃离故乡。专科毕业后台北工作2年，偶尔回家发现老爸爸围着炉火的身影越发扣楼，他这一辈又没有兄弟可以帮忙支撑，
身为长女总觉得该承担一些，也还好身边有位豪毅乐于承担，愿意跟着岳父学习，接受考验，担当起主力位置，逼着自己去学习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学习过程中总免不了挫折，但魏豪毅曾经的最大难题更不太容易克服。母亲很年轻时就生下他，但父不详，后来母亲有了自己的家庭，更不愿意承认有这个孩子，生下我就把我丢给外婆了。小时候就比较尴尬，就老师会说叫你写爸爸的文章啊，还是妈妈的文章啊，你会不知所措，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爸爸妈妈。他跟着阿嬷生活长大，生活拮据困顿，童年时靠着外婆的老来伴接济生活，供应学费，很早就体会拥有不是理所当然，对于曾经的没有血缘的阿公感恩至今。今天若无伊的话，有可能我有可能让送孤儿院，嘛无法度顺利，我行到即马，也是要感谢你。后面要什么？可以帮你挑，给这一锅讲没事。三只翅，四只腿，五颗屁股。得与失总是相随，有时候要回头看，才能参透命运的安排。魏豪毅没有完整的家庭，没得靠爸靠妈，让他比别人更早学会独立靠自己的功课，遇到了机会懂得珍惜把握，是他人生当中的德，也是要感谢他们啊，他们让我学习到我自己要独立成长，就自己对自己负责。在岳父岳母打下的基础上，魏豪毅挥汗考验，不敢有分秒懈怠，也热烘出罗东夜市公认探考第一的好名声。魏豪毅以前总觉得阿嬷给的名字又豪又毅，对比身边所缺的总有些讽刺，甚至是黑色幽默，但如今从脸上映射的光芒看来，谁说他的志气和拼劲不是豪毅难换的呢？退休以后只要热情还在，都有机会再开启另一番事业，就像这个面店的老板退休了又再起炉灶，做起超大馒头，结果比脸还大的黑糖馒头成了埔里全新的美食地标。阿娘喂，怎么这么大头？这是什么东西啊？比脸大馒头。比脸大馒头，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馒头。庙中的面点摊总是每到大馒头出炉时，必迎来惊叫欢呼。哦，那馒头哪有像头那么大？这有那么大，你可以分两次啊，两个人你要分两次，两天。看起来很大，就是上面写比脸大嘛。对，真的会比你的脸大吗？当然，我脸那么小。对啊，比脸大，比头大。一颗到底要分几天吃？逗趣的反应，尽管摊子天天摆，天天见，但对卖了十多年黑糖大馒头的他来说，新鲜感还是别开生面。有很多人他看到就吓一跳，就说这可以当枕头的这样子，也有的就是一看到就很大声的说吓死人了。买馒头的做馒头的到底谁吓谁还不晓得，不过一个清早甩进了百斤老面团，千揉万捏还得不厌其烦细切成市面上堪称最小 size 的小馒头，全埔里大小通吃的大概也就他一个。本来那个是我们做给客人试吃的，因为这个这么大不方便，后来就觉得说那干脆就做小的就好了，可是他们就会要求说我要买那种小的，因为很多人他们已经吃那个习惯了，就是已经习惯一般的那种口感，他们就觉得说那种松软的才你就必须要跟他解释说这个是属于比较扎实的，然后就是它就是老面发酵，然后它没有太多的人工添加，纯老面自然发酵的黑糖馒头，简单来说就是不加发粉泡打粉，既无法靠机器量化生产，就算手工经验老道，凭手感也得看天吃饭。它就是它会受到温度的影响，
就是如果像寒流来的时候，就是会很难做，或者是天气突然热的时候，它会发酵的很比较过度发酵，它就会带有一点点酸味，就是尽量去控制它的温度了，甚至于有时候到夏天真的太热的时候，还必须要放冷气，所以我们就安装冷气啊。几平大的工作间，檐下里装冷气，想当然不是为了挥汗使劲的揉面擀面人，而是用来伺候傲娇的老面。因为一般用发粉哦，它就是多少水、多少面粉、多少酵母粉，然后比例固定，它多少时间，然后就是让它去发酵啊。如果温度比较冷的时候，时间拉长一点就可以了。可是老面的话，它就是比较不容易做。其老面之所以语重心长，那实在是因为自己这辈子以来摸透了面团。毕竟戴耀宗从年轻20出头就跟着父母亲学做面点，别说是包子馒头，光是跟面粉朝暮相处的人生都要超过一甲子了。那时候都几乎都要排队了，当时是以包子为主，包子、小笼包、烧麦，然后油豆腐、细粉汤，反正几乎鼎泰丰有卖的东西我们都有卖了。我们看那个杯子，那一串是100个，我们一天最起码要5串。那时戴家的点心面食馆算是从台中闹区起家的，早点即卖酥饼、肉粽、葱油饼，到了午餐尖峰更有蒸饺、烧麦、牛肉面，尤其小笼汤包一天折下来更是3000克起跳。我们有时候都到4点才去睡觉，啊6点半。又要起来，对啊，我就说平均4小时嘛，完之后晚上睡2小时，中午睡2小时。记不得家里事业在最辉煌时，自己一年到头到底睡了几小时。戴耀宗只记得那时仿效拿破仑一天仅睡4个钟头的光景，是很快迎来了父母亲提早被迫退休的日子。年岁大了，病痛跟着缠身，所以一家人做了决定，干脆搬回埔里半养老。戴耀宗也再起炉灶，而老面做的大馒头正是那个时候起被千呼万唤催生出来的。原本我们也是就是做正常大小，可是就越做越大，因为客人会说有大要大的馒头，这样我们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就到最后就变成这么大了。事实上，就埔里卖大馒头的摊子来说，戴耀宗不是第一家，更不是唯一一家。好几次吃惯了黑糖香精的过路客，拿起大馒头半嫌弃半质疑，他也不以为意。对啊，因为我说有很多东西，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坚持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更好吃一点，你就加一点黑糖精就好了。对啊，我们就是不愿意啊。啊，你觉得不好吃，你就去买你觉得好吃的那种啊。你们从哪里来买？桃园。为什么买这么多？非常好吃。真的是什么口感？黑糖味道很重，很 Q。对，老面，我想说试试看，听说还蛮有名的，网络上的评价都还蛮不错的啊。我觉得还蛮 Q 弹的，就是跟我们在外面一般吃的都是还蛮不一样的。都说路遥知马力，纯老面发酵的黑糖馒头，随日子久了，也渐渐在各地吩咐香浓。有鉴于一双父母早早做出了职业病，戴耀宗也早在5年前就打算退休。实际上则是过了几天休假，生活就心生后悔了。没有啊，现在就是你退休，你也不知道要干嘛，太闲了啊。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嘛，把范围缩小，就尽量就是你自己可以做的那种范围。从规模庞然的面食馆，再到如今骑楼下的面点摊，老面做的大馒头不泥烂不浓甜，却也不因质地扎实显得干粗无味。唯独内在余腻，那是包了不善言辞的热忱，有真心，更有诚意。台南这锅砂锅鱼头，有母子3人共同努力走出忧郁悲伤的动人故事。来，谢谢。要炒要吧？哎，炒，鱼头。要包的啦哈，要再加呀，好好听下子。一锅热烈沸腾，配上酥炸过的鲜味，满意丰盛，每天替翁金信的店里带来满意人潮。一般少年拢食脆皮吧，讲较无刺，鱼头食起味的，嘿，还是要食吧。
鱼身、鱼头、鱼下巴炸得外酥内嫩，一身金黄，泡汤后悠游，饕客舌尖尽享鱼水之欢，尤其是冷冷的冬天，喝上一口暖胃暖心。人家我要买这顿煮火锅，爱炖个人的菜、人的料啊，火锅啊。众所周知，台南人的嘴很刁，每个人都是美食评鉴家，吃好料都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味蕾敏锐，能盲测不盲从。但翁金姓的砂锅鱼头却是不少台南人的共同交集。超好吃，就是觉得它的汤头很清甜，我觉得其他地方好像感觉味精那种加很重，可是这里不会。吃了七八年有了，它鱼肉也是新鲜的，吃这么多次都没有遇过有土味的。南部跟嘉义这边，我是觉得这家是最好吃的。不在市区之内，交流道附近算是偏僻乡下，能在新营赢得口碑五十多年，获得在地人认可，这碗里有翁金姓的爱之味。做欢喜的，咱就是做红的吃，喊才欢喜吼。时间是清晨四点半，披着日光灯的微光，翁金姓已经上工，拉开一天的序幕。30年如一日，应该就是所谓的日常。哎，来我姑母啊，我较早起来看看，搁看内底啊。我工课，我物件不用歹，我用好的啊。我若慢10分钟就看袂行，嘿。因为工课拢按拄啊好啊，时间唔免。时间到就起来啊。哇，你真爱看鱼的啦。东西用好，所以更要把东西弄到好。前置作业长，生怕来不及赶赴10点开始的营业时间。翁金姓甘愿早起，用时间换取空间。大头连刚从渔温送到，得要立刻化整为零。你鱼仔无清哦，食会糊糊；啊，你鱼仔若活下来，剁落去，食落去会 Q， 会 Q 阁好食。上少都7-8斤啦，无较细只，拢遐鱼头都肉都无好食，大只肉较 Q 较好食。冬天清晨的水温浸泡了一整晚的暗黑夜凉，摸到的瞬间寒气从双手直冲脑门，对年过70的欧巴桑更是考验。但认真龟毛做了大半辈子，说什么也不愿假他人之手。是啊，鱼行我甲鱼行体，啊鱼行搞啊难拍拍嘞，啊都烤烤的，啊我来还阁处理，还阁用，还阁带一块好了粘，啊还阁洗好清气，阁离好大。咱的大小地唔知影，系啊，咱的要落大地要创啥物唔知影，啊，就爱搁剁鱼啊，剁遐鱼几只嘛，啊，有遐刺啊，有遐难，即个这无吼，扎这无，爱搁粘嘛。我足急性诶，啊，我足古毛诶，啊，我做无好势，我袂当起落去。翁金姓这边还在庖丁解鱼，仔细去无存精，甩掉土气。另一头油锅已经暗潮翻涌，开始轰炸外酥内嫩的鲜味口感。这当阿你来嘛吼，啊你家沾落来煮，会揪煮袂水。啊我定爱今仔去沾，啊急速冷冻，冷冻啊问阿仔较紧啊就好。和翁金姓分工合作的是女儿陈燕秋，炸鱼专门科，虎妈吴全女，原本是护理师，回家帮忙后在工作厨房做中学，跟着妈妈学习，快很准的利落身手。对啊，我妈很龟毛啊，你什么事情她都要用得很好，都会背念，也会吵架啊，一定会的啊。一般印象中，大头鲢鱼头多少带点土味，因此得要利用油炸方式降低土味，带出酥香。而火候掌握、时间拿捏则是学问，几分钟就得翻动一次，才有赏心悦目、均匀的金黄色泽。大概都20几分钟，裸裸脆脆，我们炸起来也是很爱吃啊，因为又撒个胡椒粉就很好吃这样。大头鲢炸出一身金黄酥脆，还得立刻吹风降温，保持酥脆口感。油锅退场后，另一个大锅就位，要大火冲刺煮沸，把握加热空档，猪后腿肉混合纯鱼姜肉，均匀调味，
要做的是店里的另一个人气品项——招牌赤肉羹。用力甩肉，要让肉条甩出弹牙韧性。全手工制作，不用机器代劳，破坏猪肉组织。一锅下来，运动量大。陈燕秋甩肉条也甩拜拜秀，摔到手都很酸很痛啊！半夜睡觉都麻掉了。接着练马探修，于江猪肉条上演跳水秀。一直个滚，一直个滚的。你若水有滚，水滚的时候就浮起来。哦。嘿，安若水无滚，袂使用落去。要避免变成连体婴，肉羹条要一条一条拉出下水，条分缕析。翁金信30年练成无影手，从不喊累，让锅面溅起的小涟漪不断扩散成口碑浪花。咱的物件要有清啊，讲肉羹毛逐工捏，现捏啊现食才的口感迄、那个。能够活到老，做到老，赚到老，除了勤奋的毅力之外，翁金信还归功于他的大儿子。啊，去做兵当啊！我讲妈妈，咱来做生意敢好？我讲好啊，那唔好。先生和大伯原本在菜市场内合伙摆摊卖砂锅鱼头20多年，好评不少。将近30年前，翁金信的大儿子退伍，想要做生意，跟妈妈提议一起打拼，利用住家一楼另起炉灶做店面生意。嘿，做想法嘞，好嘞，囝做搞的搞，真正做搞的。翁金信和一对双胞胎儿子携手努力10年，早起流汗擦亮了自家招牌，大锅大勺里有丰盛的评价，还有母子共同协力的爱家付出。但一次半夜晚归，又忘了带钥匙，大儿子于是冒险爬上3楼，想要开窗进屋子，没想到一失足，成了母亲心头永远的缺角。又好，唔敢叫电话讲伊无夜锁匙，到我起来开门，唔敢叫。我哋才感恩大安后生，借这个机会，一讲讲的呢，我管后生感恩，感恩后生。刮到帮忙，我跟他一个就这样的滚。镜头前回忆往事，翁金信情绪溃堤，眼泪止不住。儿子过世后，景物依旧，但心爱的已经不在。他一度意志消沉，但想到这小吃厨房里有母子共同的回忆，得要延续，炉火才继续不歇。我今嘛讲我爱做，其实我唔是爱做，我做头壳懵懵，啊，较袂像迄个囝。啊，我若用着上迄个囝，就是好，逐工好，没事袂困嘛，爬起来唔敢好，我查囝听，翻过隔壁间，好，较过过来。我甲这3冬较小寡放下。没法放下的还有双胞胎弟弟陈义江，哥哥坠楼前曾经打电话向他求援，但陈义江吃了安眠药助眠。错失的未接来电，也成了一辈子无法回拨的遗憾。如果有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了。对啊，也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忧郁症啊。自责、懊恼、忧郁，陈义江陷入人生低潮。但妈妈痛失了一个爱子。他必须振作，代替哥哥担起扛家的责任，收起以往的依赖心，成为母亲的支柱。反正有哥哥，我就每天不用那么早起，一觉晚起就炒个菜而已啊。那现在就变得不一样了，现在就没办法像之前那样了。大弟过世后，陈燕秋也跟先生商量，辞掉护理师工作，搬回娘家，帮忙伤心的妈妈和陷入忧郁的弟弟做生意。而父亲近几年因为糖尿病造成洗肾，而后失明，也依靠他发挥护理专长，细心照护，一肩扛双边，对陈燕秋而言，沉重也是甜蜜的负荷。没办法，遇到了啊，你总不可能把它放掉吧？哈，再坏再好，还是要照顾啊。
就这样，母子三人互相安慰扶持，说出痛苦，互擦眼泪，人生滋味里多了苦涩，也有珍惜当下的甜蜜。不变的是认真做事的态度，绝不能输给提早离席的儿子和哥哥弟弟。要焖一段时间，它才会熟。一天至少要两只或三只啊。巨无霸火鸡汆烫，大锅汇聚肉汁精华，滤渣后就是砂锅鱼头的美味基底。清脆高丽菜沸滚甘甜汤头，炉火纯青火候，让菜叶软而不烂，是25年熬成的达人功夫。砂锅鱼生的配料就是笋丝、木耳、豆皮、猪肉，每家的砂锅鱼头大致做起来一定都不一样的。那叫我咸啊，是叫多好的好，正常的好啊哈。它比较道地，比较符合台南人的味道啦。对对，那当然台南也有其他间的砂锅鱼头，可是我还是钟爱这一间呢。客人称赞的好味道里，有自家人才能体会的深刻滋味。姐弟俩认真投入，感恩能有这一锅美味聚拢全家人，让生活无缺，也让妈妈有所寄托。今天这样，你下一秒你不知道下一秒会怎么样，珍惜现在啊。而失去虽然痛苦，也是种机会，让人检视还没有失去的，更珍惜当下手中所拥有的。我这个付出足多，啊，这足乖，三个囝袂嫌的，希望囝孙仔囝大家平安，安尼就足好，我足欢喜足满足啊！伊少年寡斗帮忙，我即摆年岁有啊吼，我甲因斗帮忙呐。这家母子三人努力付出，维护平凡的幸福，补足缺角的遗憾，虽不完满，仍可以圆满家的味道。很多时候，食物是一种回忆，一种乡愁。就像南庄老街这个小馆子，许多客人都会专程到店里寻找妈妈的味道。要吃什么吗？左手边有菜单哦。你是要带走还是？带走，都带走。对啊，我就在从小吃到大，差不多国小六年级就开始吃，有时候家里没煮，三餐都在这边吃。以前一餐都吃两碗，现在很香啊。我相信南庄应该只剩下这一间了吧？我从国小都开始吃了，一直吃。啊，其他很多间太油了，都是外地的。像我表哥那些回来也是都吃面，一定吃面，叫妈妈不要紧。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家里的味道，妈妈的味道。那你算一下，这样子吃几年？哦，应该20-30年有。说它是妈妈的味道也好，老南庄人记忆深处最无可取代的味道也行。毕竟雪娇姨今年也60好几，足以当上一票年轻子弟的妈，甚至是阿妈了。但是能在矮厝里煮面煮到别人家的孩子，宁可吃他调煮的，也不吃自家妈妈亲手做的，那确实就是他的本领了。汤面、干面、板条都是，又或者勾勾面、勾勾汤也同样如此。勾勾面是什么？就鱼羹面，勾芡的。它是勾芡，然后鱼羹。它的名称就叫勾勾，可是有加一些太白粉，这样吃起来会。对对对对。酸酸甜甜的吗？因为它有加醋啊。酸酸咸咸，叫酸酸咸咸。原来叫做椰勾汤，就是勾芡啊。哦。它就是勾芡的意思。勾勾汤顾名思义取的是以太白粉勾芡，形容肉汤浓稠，勾勾的音。早期客家村民叫着，店家们于是也习惯了。勾勾其实就是肉羹，汤底用了大骨熬，下满笋丝、红萝卜、黑木耳，最后在沸滚前捏进鱼浆块，做法跟闽南人的肉羹汤几乎毫无差别。玄妙之处就在样貌清清淡淡、素朴简单，韵味却勾人流连。而汤面形式看来粗犷，肉丝芹菜赶在一早开店前也得要先爆过香，必要时这个不嫌麻烦的南庄妈妈还会事先把肥肉挑拣掉。虽然客人不吃肥啊，现在还好，有一段时间几乎常常看到太肥的，因为这整块都肥的我就会挑啊，如果说有一半瘦的我会用剪的。
酱面、配料、小葱、猪油、油葱、辣椒到馄饨、水饺，雪糕一向来自己编自己炒，唯独面条用的是市面上罕见的在地人家当天现压的手工面，雪白中带点鹅黄，面身圆厚偏硬挺，所以充满咬劲。这是打从60多年前第一代婆婆掌勺时就沿用至今。它不算白了，它不算，它有放一点点那个碱粉，因为你没有放它会坏掉，很快就坏了。以前我婆婆5点多就开了，以前的应该说工人吧，比较早上班，现在比较少一点点。对，那时候生意很好，因为那时候店家不多，是男装嘛。对对对，面店不多了，那少数几家吧。那时候很忙，对。那是卖给谁？是学生啊，上班族的啊。吃早餐，早餐店。对对对，然后有去山上工作的啊。从男装市场摆摊起家算起，早已超过一甲子。如今的古早味老面店，当时候可是在地农家工人们每天补给能量的早点店。尽管随着市场聚落迁徙过几次，最后搬进桂花巷里时，挤满游客的男装老街都还没成型呢。浪漫诗意的店名，当时也是拜客人所赐，公务人员叫出来的。因为以前公务人员蛮会来这边吃面的，好，然后就是陆小芬不是有拍那个桂花巷，然后李立群不是拍一个八月桂花巷，就是那大概那个时候，然后他们要约吃饭，说哎，我们去桂花巷吃，因为我是在巷子里面，然后就是这样被他们叫出来的。那些年桂花巷里究竟多少寒暑飘来桂花乡，其实早已经不可考，甚至有老男装人说，蜿蜒巷弄的前身有更多光景时候是农家猪圈绵延相连。不过30多年来可以清楚确定的是，自从雪娇一跟婆婆落脚到巷里，把店门前的灶头烧热了，面香勾勒着人烟缱绻，就再也没停歇。就是每天都很好啊，那个时候要怎么讲啊，就是你哪有空闲时间跟你讲话，没时间做都做不来了，然后连上厕所喝茶时间都没有，你觉得呢？而且只有你跟婆婆两个人。对，那时候非常忙，那时候一天一个早上，就我说假日哦，平常不能讲哈，假日一个早上就可以卖50斤面。50斤的面条换算成碗公里的汤面，一个上午就是200碗。但一间小店从前再热络鼎沸，也只有婆媳俩，哪怕手脚再利落，一次一锅4只面勺下满，两锅同一时间最多也只能煮上8碗面。更遑论婆婆走了以后，能独挑大梁的也仅剩雪娇姨一个了。你问他，我最忙的时候不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半夜排队是不是？对，整条巷子都在排队的。你没有整条巷子啊，就是外面会有一点小排队这样。不会被客人抱怨？会哦。骂什么？会拍桌子哦。我总护士啦，南庄的七片的那种的锅渣味啊。古早味，就是还蛮有古早味，因为刚好上面都有一些图画，都是蓑衣那一种的。古厝老味道，两代妈妈前后少说也养出好几批世代，说是从小吃到老都不为过。屋檐下有游子吃面，吃到或许终生的。更有孩子，家里头的父母早已去了天国，所以每当想家，便钻进店里来点碗面、喝碗汤，遥想属于妈妈的味道。那你觉得这份工作有时候做一做会有开心的感觉？当然有，看到那个四个小孩。看到你的四个小孩就开心？没有，那一张四个小孩。什么哪一张四个小孩？1000块的。我讲的有没有道理？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大家都没有看到那一张小孩，是我也不知道，就大家爱护我啊。那有时候听到他说哦，我专程来吃面的，那就好高兴。光阴流转，或许线下因游客而生的桂花巷少了些恬静悠然，但万进老宅，手工板面的清香还在，汤头丰润温醇，滋味也未改。所以每当热汤下肚，就是钢铁般冷漠的心绪，也能被绵柔温暖。感谢收看，我是白馨仪，我们下次再见。